乌兹别克斯坦。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，简称乌兹别克斯坦，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内陆国家，是世上两个双重内陆国之一。公元9至11世纪，乌兹别克民族形成，1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，14世纪中叶建立以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庞大帝国，16至18世纪建立布哈拉汗国、西瓦汗国和浩罕汗国，19世纪60年代遭俄罗斯帝国吞并，1924年建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，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，1991年8月31日宣布独立。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第6大棉花生产国和第2大棉花出口国，世界第7大黄金生产国，同时也是区域内重要的天然气、煤、铜、石油、银和油生产国。该国亦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道路平稳转型的独特范例。中文名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，外文名 Republic of Uzbekistan， 简称乌兹别克斯坦，所属州亚洲。